你们还可以吗？大家还可以坚持吼，因为还有大概70几首哦，都是这种类型的。好，接着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吼，很经典的李泰祥老师的歌。这首歌，也非常适合我今天的心情，因为今天，家里有一位长辈就是刚刚离开这样子。就是离开，跟我狗一样哦，不是离开铁花村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这样，所以非常的凄美的一首《走在雨中》，然后也希望你们会感受到这样。走在雨中。寂静的路上，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，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，不禁悲从心中生。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，耶，走在雨中。